今天要跟各位介绍的是员工商店如何利用智能摄影机能够做到无人化更智能化，而这是我们今天的应用。我们现在在我们身后的这支辨识距离4米的智能摄影机呢，它可以协助做到的就是今天当员工走进商店里的时候，做员工卡以及摄影机人脸的辨识的互相交叉比对，同时当收银机结账的时候呢，本身也可以做1:1的卡证人员交互勾机。而我身后的另外这支 VR 摄影机呢，本身它可以做的是即时的 VR 景象回看，可以帮助管理者检查货架上的货品的缺货程度，同时也可以做现场人员即时回看，而不需要切换多支摄影机。这是我们今天对于智能员工无人商店的介绍。